换了个宽松的裤子，这是我的衣服们，走吧。Hello。我现在洗完了，这衣服加上水变得更沉了。我准备再加一根烤肠，我实在是太饿了，我要饿死了。做法就跟我之前的那个一模一样。有点不一定能把它放下，让我试一下。小破站能不能赶紧把记忆一也买过来？感觉学医真的好辛苦啊！不知道有没有学医的小伙伴？这个桃子超级可爱，有没有？这个桃子的核特别小，超级小，咬给你们看一下。就只有中间那么一点点，而且很甜。我现在准备去找个咖啡店去坐着剪一会儿视频，然后今天下午的时候我想出去逛一下，就是我发现这边有几家还不错的，类似于那种想去淘一淘。我主要想买一双靴子，然后顺便去看一下其他的衣服啊什么的。就是我前两天出去逛的时候，我就突然发现好有意思，就是它很多衣服都堆在一起嘛，然后你就不知道你能挑到什么样的衣服。我这件衣服就是在去逛的时候买到的，这件衣服只要10刀，然后它材质还挺舒服的，就应该是纯棉的，我觉得还挺值的。所以我今天就是刚好趁着周末，我准备再去逛一下。上一次还淘到了一副耳环，我超级喜欢，是这样子的。这个是我就是在这件衣服要去付账的时候，然后这个耳环它就摆在柜子那边嘛，然后我就看到了，哇，我看到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这个耳环写了我的名字，我就让那个小姐姐帮我拿出来，我试了一下，我就发现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副耳环，我这一个礼拜都在戴它。今天好像是有35度，然后说下午还会下雷阵雨，到时候但是我的伞好像在学校哎，不管了，先出门再说。这就是今天的一身，这是一件比较大的 T 恤，里面穿了一条牛仔短裤，然后这个衣服我本来想折在裤子里面的，但是我觉得把它放下来这样子随意一点也还蛮不错的。